英伟达总部迎来大批参观者， AI 芯片领域的超级巨头实力不容小觑。近日，英伟达年度开发者大会 GTC 2024在美国加州盛大开幕，吸引了全球众多参观者和业内人士的关注。英伟达是全球 AI 芯片领域的领头羊，占据了全球 AI 芯片80%以上的市场份额，因此 GTC 大会也成为了全球技术圈的一场盛事。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大会上宣布了新一代 GPU 架构 Blackwell 和人工智能芯片 B200 的发布，同时还透露了与多家国内车企的合作。此外，英伟达的总部也成为了参观者们的热门打卡地。第一财经记者实地探访了英伟达新总部，感受到了这家公司的独特魅力。英伟达的组织结构高度透明，像神经网络一样灵活，这也是其能够在 AI 芯片领域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。英伟达正在用其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引领着全球 AI 芯片领域的发展潮流。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的领导地位不容忽视，期待未来英伟达能继续为科技产业带来更多创新和突破。